哎，其实我觉得你拿好，拿好，哎，有一点，我放手喽。好好，我拿好，我放喽。我放，你放，你放。那、啊、我要调哪一个？你就你勾这个亮的，勾这个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拿好。你拿好，然后再慢慢上去，再慢慢拿上去。它怎么会摇啊？没有，你要手拿开一点。手拿开一点。好，它伸。那你真的有爬上去过吗？这个没有，因为这其实一般我们有猫到，但是我们。因为这些灯杆都是可以升降的哦，真的耶。对，那因为现在是已经设定好了，嗯，就设定好，其实每一个灯杆的号码都有一个单独升降的，所以它可以这样子，可以降到最低。那它的角度也可以变吗？那调角度的调是要用另灯杆，另外一种杆子，你每对，然后用白的，对对对，那个很重，那个你个人拿不了，我可以拿给你看，你等我去拿，你要拿得动吗？你等我，你等我。哇，来了。Hello, 你小心哦、喔，这个，你手拿开一点，我看这很长，我看一般我们会调高调低，灯总要勾这边，要调。假如我要调左右，我不知道你看得到看不到，看得到哈。好，调左右是勾灯具的这里啊，好，去转它，对，勾它的那个耳朵，对，那你要调上下的时候就必须勾它灯具的这边。上下就勾这里，啊，左右就是调耳朵，这边。上个月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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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对对对对对。左右就是要调，然后每次你就会，每次你们来录，你就会看我这边啊，高一点，低一点，我就是在做这个作业。拿得到，你们试试看。哎，其实我觉得。你拿好，拿好，哎。有一点。我放手喽。好好，我拿。我放喽。我放，你放，你放。那我要调哪一个？你就你勾这个亮的勾。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拿好。你拿好，然后再慢慢上去，再慢慢拿上去。它怎么会摇啊？没有，你要手拿开一点。手拿开一点。好，它伸伸上去。伸上去。再伸。啊，可以吗？再过来，在这里。哦，我。我先勾好，再让你拿好了，太危险了。好好好。我勾好。好，左右用力转，它就会动了。有没有？可不可以？有。好，然后一般其实我们在调这个的时候都是很微调的，不会说动到调到很大。嗯。哦。那一般因为现在我告诉你，现在这种灯是钨丝灯泡。钨丝灯泡。钨丝灯泡。嗯。因为它开热的时候，它的钨丝是呈现红色的状态，对，所以它会很软。所以我们在调亮灯在调的时候要很小心。敲到或干嘛，它灯钨丝的灯泡会有微断裂，它的色温马上就会变得低，就会变得很白，或者甚至钨丝就断掉。那时候我就必须要把灯泡换掉才可以。那这样更麻烦。对，所以我们在调的话，基本上我们都会很小心的去调它，不会说啊，好像很大力去敲中它或干嘛这样子。